新惊天，喝彩明天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就是这个味儿。我们的生活秘诀，鲜的每日C，现在买鲜的每日C就有机会再来一瓶，赶快去买哦。世界拥抱在上海，无论你用什么语言，我都知道你在表达着爱。2010等你来，就像鱼儿在等海，鲜花气球变成彩带，给你一个大舞台。谢谢热情的歌迷们，
2010等你来，精彩的世博等你来。我们今天的演唱会呢，已经等来了一位又一位的明星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还在等谁？再大声地说一遍他的名字。刘德华，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刘德华，把一首《母亲》送给大家。有请华仔。大家好，床前明月光，怀念这故乡，母亲念的记忆永久不遗忘，黄河长江，这是我们的地方，有想象，有希望，有梦想，有根的花才能可以吐露这芬芳，有母亲的孩子才能茁壮的成长，世上一双眼睛拥有同一个渴望，奇迹不再是一个空想，新的中国有新的力量。Hello， 环抱着希望，母亲念的记忆永久不遗忘，不心慌不轻慌，就是跌倒受了伤，都相信你也在我身旁，我要世界看到不一样，刻骨铭心中国以往现在未来一样强、哦、有根的花才能可以吐露这芬芳，有母亲的孩子才能茁壮的成长，世上一双眼睛拥有同一个空想，新的中国有新的力量。谢谢，谢谢华仔。哇！今天见到我们的老朋友华仔，非常非常的高兴。哎，华仔，我想问你啊。明年咱们这个上海就要举办世博会了啊！对，你特别希望在世博会上看到一些什么？就好像今天一样，我觉得真的看到大家的笑容，我就很开心。希望就是在我们这个世博的现场啊，会看到每一个人的笑容，这就是我期望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场的观众希望在世博会上还看到些什么？什么？你呀！大家说对不对？其实。我就告诉大家，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。对，少不了我，一定要多来上海，多参加我们的世博会。那其实华仔除了要演唱世博会的歌曲之外，我知道你还会为世博做很多很多，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接下来会可能有100天啊，然后10天了，或者是现场。如果大家希望我开幕的时候来啊，也可以跟我说哈。不要。
其实世博长达半年，我们不仅希望你开幕来，也不仅仅希望你最后一天来，希望你中间也偷偷来。我是希望从明年这个5月1日到10月31日，您天天在上海。哎呐，好吧，做一个新上海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荣誉市民。谢谢谢，好好好。哎，那你得学两句上海话吗？会吗？不会啊。我教你好吧。下下弄。下下弄。还好，还有一句。下下那一嘎门。下下大嘎门。谢谢华仔。谢谢华仔，非常。今天呢，我们也非常高兴华仔来到我们的上海大舞台，真的希望你多来这里唱歌给大家听。那接下来呢，华仔还将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曲，同时呢，我们要继续请出李玟、林俊杰、张靓颖、羽泉、萧敬腾、黄晓明、李慧珍、丛浩南，一起为我们送上世博倒计时200天的歌曲《微笑上海》。来，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些，谢谢。
时两百天之际，微笑是我们中国人最真实的表情，也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。拍卖我们今天的群星唱世博，迎世博倒计时两百天，世博优秀歌曲的演唱会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谢谢现场的观众，谢谢收看我们今天演唱会的全球华人和各国友人，希望你们明年。